会不会真给共产党惹毛了？怎么远处埋伏的全是解放军啊？既然解放军大兵已经埋伏在外，为何迟迟没有进攻呢？因为时机没到。什么时机？黑风岭地势险峻，易守难攻。如果共党从正面进攻的话，就算拿下黑风岭，代价也会很大。所以他们围而不打，以逸待劳，就等我们军心涣散。 然后再一举拿下。现在怎么办？还有其他下山的路吗？没有了。老子当初选这儿，就觉得这儿地势险峻。他奶奶的，没想到把自己坑了。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些古怪？什么古怪？如果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？ 那么刚刚来接应王文渊的共军，必定会倾巢而出。可从现在的形势来看，他们的兵力并不足。我怀疑，共军只是虚张声势而已。你说的对，看来我得去打探一下他们的虚实了。怎么打探？去会会他们，看看他们怎么接招。你说宋永征会不会铤而走险？他应该明白。 如果黑风岭被我军围困，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，所以他绝对不会选择坐以待毙。那他们还是会选择突围？很有可能。现在最关键的，就是他什么时候下定决心。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突围时间。没错，争取等到春城，把部队带过来。 一旦我被埋伏的共军围困，不用管我，直接关闭战门。用不着你提醒，我知道怎么做。江德文远，这也不说。你说，万一宋某不幸，你们能与上峰取得联系，还望转告上峰，宋永征一心忠于党国。 为了党国，已经鞠躬尽瘁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转达。走。 追警戒！是宋永征。带这么点人出来，显然就是为了试探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暴露了现在的实力，黑风岭必然会倾巢而出。那打吗？打，必须打。 如果不打的话，宋永征更会猜出我们的真正兵力。既然他用小队来试探，那咱们就用小队把他打回去。嫂子，这事儿交给你了。好。
你们突围！慢着，大当家的，你只看到了前面的解放军，可你怎么知道这周围会不会藏有别人？啥意思？你是说共产党会隐瞒实力？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可要真的是这样，咱们这样贸然出去，必定会被解放军包围。到时候，咱们可就真的全军覆没了。奶奶。 兄弟，把门打开！兄弟，开门啊！哎，大山，大当家的，宋先生让咱们把门打开。干什么门？姓宋的不是以身殉国去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怂了？可是不开门，后边的兄弟都死光了呀！放屁！我开个门，寨里兄弟死光了，传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开门。姓宋的没这金刚钻，就别揽这瓷器活。 宋永贞应该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，但是他别无选择。没错，春城应该快回来了吧？打跑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等。 小娘子，你干什么？开门！我要是不开呢？我数到三，一、二。臭娘们，老子早知道你没安好心。我开，开门！ 你们两个没安好心，你们大当家的现在在我们手上，你们是不是打算把我们碎尸万段啊？你们想想，就算现在你们杀了我，一旦解放军攻破这黑风岭，你们的结果跟我一样，区别在于你们晚死一会儿。所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：第一，跟我同归于尽；第二。 我给你们留一条活路。别先谈了！瞧瞧这个人，除了鲁莽一无是处，你们跟着他，迟早把命都搭上。哎，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你说跟着你兄弟们那有条活路是吧？ 没错，只要听我的，保证你们走出黑风岭。那能走去哪儿啊？先回答我，听我的还是听他的？人不能听啊！算了，愿意听我的站到后边。
不愿意的，留在原地。 这么说，弟兄们都想活命了。没想到啊，这铜墙铁壁的黑风岭，现在就剩大当家的孤家寡人一个人了。弟兄们，照这么说，当家的留着也没用了，是吧？娟子的账，今天就有个了结吧。 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？还是谈不出虚实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那现在无论如何，也要搏一把了。特派员，上峰令你到贵州，不单单是要和我联络吧？你想说什么？你来此可有后续的任务？你说的没错，上峰这次命我来。 确实要启动另一个计划。什么计划？不可奉告。你我各司其职，万一计划走漏风声，我们在贵州所有的布置就功亏一篑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搭上我这条命，保你出山。你是要突围？不，我的意思是交换，用我保你下山。 真打算这么做？是啊，我相信，用我做诱饵，解放军应该可以放黑风岭用。那你怎么办？我听天由命吧，就当用这条命来报效党国。 要是你真有幸逃脱，就在桂前日报发一条告示，暗语不便，到时候我会与你联系。好。还有，现在电台一毁，我没有办法与上峰取得联系。你觉得我们还能在哪儿取得电台？除了解放军的军营，别无他处。 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相信老天不会绝我党国。那也就只能听天命，尽人事了。那就按计划行事。嗯。去吧，按我教你的说。 解放军、共产党，你们听着，我们投降，大当家的说了，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，黑风岭送给你们。太好了，一定是土匪就这么不甘心被孙永征出卖了，起内讧了。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降。你们听到了吗？大当家的说了，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，我们投降。 怎么还没有动静？别急，我就不信王文渊不动心。要上去。走，走。大当家的说了，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，姓宋的交给你们，要杀要剐随便你们。确实是宋永征，看来土匪真的跟他翻脸了。 文渊，怎么办？
小张，走，向他们喊话，接受投降，让他们放下武器，走出山寨。是。接受投降，放下武器，离开山寨。跟他们说，得交换人质。那可不行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河拆桥？大当家的说了，得交换人质。 我们把姓宋的交给你们，你们也给我们一个人质，等我们安全了，就把人质还给你们。我看他们这样讨价还价，根本就没有投降的诚意。答应他们的条件，同意交换。我不同意，万一真像你说的，他们是诈降怎么办？我也不同意。如果真能不费一枪一弹。 不折损一名战士就可以拿下黑风岭，就算交换人质，那也值得。可是如果我们不同意交换，保不齐这帮土匪会狗急跳墙，强行突围。以我们现有的兵力，很难对黑风岭的匪帮进行有效的阻击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们就太被动了。还是拿谁去交换？你觉得这儿除了我还能有谁？ 宋大当家的，他们出来了！看见了，别急。宋大当家的，你说他们拿谁跟咱交换啊？我做你的人质。你太强，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。我做你的人质。 他们要用谁交换，你们只要那个穿军装的女的。好，走。你们大当家的呢？ 大当家的该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出来，你能做主啊？那还用说，大当家的说了，这事儿我负责。看，人质来了，你们用谁换啊？我。你？怎么，不够分量？分量够不够，老子管不着。我们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。那换我。你这个娘们儿，跟母夜叉一样。 上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抓回来，又让你给跑了。你不行，这可关系到黑风岭上百号兄弟的安全。那你想怎样？大当家的说了，得挑个老实的。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？我们可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谈的，并不是怕你。
飞风岭几百号兄弟，跟你打起来，谁出谁赢还不一定呢。我看啊，有他了。看起来白白净净的，挺老实，有他。在我生气之前，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。怎么着？不想换是吧？不想换，我们走。我同意。冷静。王恩怨，你别忘了这次来是为了什么。 等一下，干嘛？想反悔啊？都给我听好了，他但凡要是少了半根汗毛，我会让你们后悔生出来。你放心，他现在是我们的护身符，只要兄弟们安全了，我保证完好无损的还给你。赵静，我一会儿就带你出来。 这么漂亮的姑娘做人质，王文渊也真下得了手。这要是换作是我呀，兴许还真舍不得。用不着你操心。哟，看不出来这脾气还挺大。你喜欢王文渊吧？这女人呢，就是傻。 为了自己心爱的人，连命都可以不要。不过，你也不算是白牺牲。我看得出来，王文渊也喜欢你。不然，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。你们是诈降？没想到吧？我们身负党国重托，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？ 你，卑鄙！放心，我不会立刻杀你。我答应了宋永征，一定要让王文渊亲眼看见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。你，带进聚义厅。是。 半天，就这么两个人啊？收拾你还用带更多的人吗？娟子呢？死了。要不是因为你。
燕子不会死，你满意了？文渊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仇我一定会报。把他带下去，一定要加强看守，不能有丝毫松懈。 赵静不会有事吧？放心吧，嫂子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把赵静平安的救回来。要是就这么让这帮土匪走了，下次再找机会抓他们，可就难了。不难，没了宋永征，这帮土匪不过是一盘散沙。相信我，我早晚会把他们清掉干净。 时间差不多，应该够我们全身而退了。我倒要看看，这王文渊是不是真的怜香惜玉。撤。 注意警戒！你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？没有最好的选择，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。嫂子，一旦发现朱刚的行径，立即将他控制。明白。 街头的女特务，站住！快追！站住！快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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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班长还活着，快带走！是，对。文渊，来不及了，你快走吧。 我刚才观察过，这种炸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轻易拆除的，你不要耽误时间了，快走吧。 求求你，你快走吧！你再说话，我就把你嘴给堵上。文渊，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，那么我希望来世的这一天不要这么狼狈。 照镜，红色、黑色，选哪根？再不选就来不及了。照镜，红色。 你不是说过，就算为了我，也得好好活着吗？
我们就开枪了。队长，怎么回事？队长，宋永征想逃跑，我们就开枪了。伤势怎么样？我们已经给他紧急止血，不过看情况挺严重的。抬进山寨，立即救治。明白。走。 基本上筋脚都差不多了，只有一小股土匪逃逸，嫂子带人去追了。宋武征呢？在山寨里抢救呢。这王八蛋总算是不拿不动了。陈诚，咱们回山寨。队长。 怎么样？报告首长，血已经止住了，但子弹还没有取出来，情况有点严重。老翟，派一个排押送他回营地救护队，记住，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池。明白。 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，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，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，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。